黄姐再分享一下快速键。来，请问如果你要打平常歌，有用过哪些快速键？平常你比较常用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键盘上面哈，视障各位，你看一下键盘最常用的大概有几个？荧幕小键盘，来，这里呢有几个我们比较常会用到的，就是这个 F4 F5， 你会用到这个？我比较常用 F3 呢。啊？ F4 我不认识啊。F3 就是重新命名啊。啊，不要那 F2 啦。F3 是搜寻啦。搜寻啦。F2 啦。我比较常用 F2 啦，抱歉。好，那还有哪几个比较常用？这几个。A,S,G,S,C,V, 搭配什么？ Control。这个有没有常用？包括的。Ctrl 加 A， 你会英文就会两个，对不对？ Ctrl 加 A 就是2嘛，全选。所以你如果在 Flash 里面也好，网页也好， Word 里面也好，都一样，好，全选。那这个是 Copy， 对不对？这大家最常用的卡背。另外呢 ，Save 存档是 Ctrl 加 S， 好，所以会英文就会三个的。那另外几个呢？你剪下嘞，剪下是什么 ？X 码。这个就英文不通啊，所以像象形的啊，大杯啊，黑啊，大了有啊，不然英文的 cut 不是跟 copy 一样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剪一下，然后呢贴上呢，贴加 V， 啊 V， 你如果是英文 paste 的嘛 ，Ctrl 加 P， 拍写 print， 录音，那么印表就印出来，而且太远了，所以呢 V。要做，你平常少写一个字会怎样？这里少写一个字，阿伯安呢？阿伯安呢？对，对不对？当做插入，插入就贴上嘛。好，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？G，G 的话是单元。那你说是 Ctrl 加 U，U 稳度嘛？很抱歉，你在 Ctrl 加 U， 如果在 Word 里面 U 叫做安装啊，底线。还有喷水母鸡，你们可能太小，没有看过那个韩剧。以前有一出韩剧，那个主角叫什么 Vigo， 我不知道啊，那个猪不知道叫什么、啊。那所以英文的归零，零叫做什么？是不是叫 Vigo？ 繁衍就是归零嘛，这样会记得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那除了这几个还有哪些？打开档案总管要怎么开？你们看档案总管要怎么开？好、啊，就我的电脑按右键，我的电脑还是开始按右键。档案总管有没有快速键啊？有呢。你们键盘上有没有看过微软的符号？这个一按下去都不要按别的，是不是叫开始？加上 A B C D E 的 E， 这叫档案总管。知道为什么要加 E 吗？加二不好吗？啊，因为我问一下，你们平常用的浏览器叫做什么 ？IE， 为什么叫 IE？ 你看一下 ，IE， 有没有看到 Internet Explorer？ 扫掉 Internet Explorer 就是英文的档案总管，这样你了解吗？所以网络。IE 指的就是什么？ Internet 网际网络的档案总管嘛，网际网络浏览。但是你现在不上网嘛，所以叫做 Explorer。啊，你知道的哈，所以你稍微了解一下。好，所以这几个快捷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，有没有常常这样子？你开了一些应用程序之后，是不是这样切换？这个是哪一个？对，这样了解了吧？啊，所以有一些常用的都可以参考一下哈。